我叫岳无异，乃是天下第一演甲大师谢衣的亲传弟子。不过，师父的老人家失踪很久了，昭明神剑是找到师父的唯一线索，而这枚指环就是昭明剑柄所化。快拦住他！你是何人？这指环是我的。下流！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这是我找到谢衣最后的机会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。用昭明神剑阻止沈夜，拯救长安城。好戏就开始了！你这群不自量力的家伙，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。猴子都好吃吗？见啥子肥吗？